来啦，来啦，搞定不？来来打过来了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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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画面有冇问题啊？OK 啊，现在画面都冇问题啦嘛？吓、啊？咩有冇听咩叫 Raiders 啊？咩嚟啊？歌定咩吓？讲咩中学嘢啊？哦，我记得啊，同我讲。我话咧，中学咧就有个即系有一单嘢叫咩，冇一日安宁咁嘅件事系点咧？咁我哋分享下俾你。我冇讲过咩？我之前我以为我有讲过。咁话说就系咁嘅，当时咧就已经去到预科嘅年代噶啦。喺预科嘅时候咧，我就即系我都经常性会病假，因为太攰啊，等等等等啦，吓。预科系咩咧？就可能有啲兄弟系唔知嘅。预科咧就中六、中七。因为而家已经改咗制啦，就行334嘅制度。以前咧就系中五，即系中学咧就7年。咁咧通常咧中学去第二间学校啦。咁总之就系大个仔啲噶啦。咁我读嗰间咧就即系预科书院啊，得中六中七嘅啫。咁咧当时咧就成日都已经系有时请下病假，即系唔咩同埋上堂有时睇欧联劲眼瞓，都已经喺班上咧。其实我就系好少出声嗰啲，成日匿埋一二边啊，喺后边等瞓觉啊嗰啲咁样。咁咧因为咧呢、這个大家知道啦，即系嗰个年代咧就系中午。即系可能咧，你就会有几个旧校嗰啲，即系原校，即系你原本第一间中学啲同学仔，咁就一齐咧就去嗰间预科书院读嘅，咁就有机会同一班咁样啦，系咪？咁咧又当时咧就有一个女仔，有个女仔咧就系即系同我旧校同一班，即系咁咧就而家咧就读预科书院咧同一班，咁佢坐前排，咁咧我就坐后排咁样嘅，吓。我都未讲咩事，啲就话有个女仔，你哋就已经冇好 P。咁个女仔系都几靓女嘅，老实讲，平心而论，嗰个女仔系几靓女。一嚟到咧，当时就嗰啲中七嗰啲同学仔已经成日咧就会落嚟及佢啊，嗰啲咁样就话哇，好靓女啊，咩介绍我识啊，点点点嗰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吓。几靓女啊，系啊，咁咧咁件事咧，去啦，去到正咗啦，咁关你有咩冇一日安宁咩事咧？咁样，咁咧就呢个比较靓嘅同学啦，咁咧喺旧学校啊，第一间中学咧就系会有少少花名，咁我梗系会知啊，因为我系同一间中学噶嘛，佢有啲咩花名，咁咩花名就唔讲啦，吓，即系因为有机会暴露身份，我就唔讲啦，咁样。咁咧就咁啊，因为佢当时个形象都几好，即系好，即系一嚟佢本身靓女啦，二嚟都聪明底嘅咁样，咁一路咧都即系好多不乏，好多人咧就暗恋佢啊，得点点点点点咁样。佢咧就，但系咧就我隔篱咧，佢就好多男同学嘅后排嗰度，我啱啱讲个座位啦，就是、前排就系、是、我讲嗰个靓女同学有花名嘅喺旧校嘅时候，咁当时入咗新校，你梗系唔想即系正常嚟讲咧，就唔会希望咧人哋知道佢花名啦。OK，前排就佢坐，后排咧就系、是、我啦，同埋几个男仔坐。咁当时咧我就系比较和善嗰啲人嚟，我就从来唔讲人不是。啊，唔讲人是非啊，嗰啲咁样嘅。但系我隔篱嗰啲男仔咧，就系嗰啲武斗派，好中意咧就串串供啊，有时又会话人啊，嗰啲咁样嘅。咁咧嗰个男仔咧就有一日，应该系有一排咧，佢唔知做咩事啊，可能同嗰个靓女同学咧有个口角定点样，就成日咧喺后边喺度闹佢，系咁喺度字字浸字字浸喺度闹佢。即系最大问题咧，佢闹佢嘅时候，佢就会拍我膊头。嗰个男仔佢话：你觉唔觉得嗰个靓女同学系乜乜乜乜啊？之后讲系咁讲啲衰嘢，系咁又闹佢。即系我瞓紧觉嘅时候咧，佢就会拍醒我啊！你觉唔觉？我真系越谂越嬲啊！佢就话：你觉唔觉得前面嗰个靓女同学咧好衰啊？点点点啊？咁样讲讲讲，跟住狂闹佢咁样啦，系咪？咁咧就跟住咧，就後來咧，咁人哋都唔係傻啦，話明靚女同學有少少聰明，成日見到佢拍，即係嗰個男同學鬧人又唔醒水，一路鬧咧又手指指指共啊，指嚟指去，
咁咧就久而久之咧，嗰、那个靓女同学咧就估到，即系 feel 到有啲嘢啦，吓、啊、feel 到有啲嘢就话系咪话我啊？佢话你系咪又讲紧我之前旧校嗰花名啊？自己爆咗出嚟，你系咪讲紧我花名系乜乜乜啊？跟住已经系眼有即系眼眶入边咧，已经有少少泪水。即系我唔系，我真系冇讲过。但系我话你啱啱咁样自爆，咁啊其他人都已经知道晒啦。佢话因为佢喺度喊紧嘅时候，可能自己冇组织好嘅说话咁样。咁咧就件事咧就完全唔关我事啊！咁就但系只系我隔篱个同学男同学咧，同佢有个口角之后，系咁闹，系咁闹，系咁喺后边话佢每日间唔时又话几次啊！咁样有时夹杂住少少粗言秽语。之后有一日咧，佢就系嗰个靓女同学就喺 Senga 嗰度写，佢就话咩我俾后面嗰啲男同学搞到冇一日安宁。佢话咩只要我见到佢哋咧，即系坐喺我后面我就好唔安咯，冇一日安宁。之后佢话佢话咩听日咧就打算同个老师讲咩调位，我希望系可以坐喺啲男同学后面。佢话咩好辛苦，佢系咁样讲咯，就系、是。咁最后呢就后来都解决返嘅，即係冰释前嫌。后来呢我就同佢讲都唔使咁啦，我话预科书院大家读两年做同学仔，无谓搞到啲关系咁样啊，同埋有一个误会。我话从来我都冇话过你，你何苦要咁样呢？佢话你误会咗我啊，本身个源头唔系我，但我都愿意做呢个和事佬。我就同佢讲吓，呢啲唔使嬲吓，佢一时佢口臭，你哋有误会口角啫吓，而家冇事，握翻手做个好朋友咁样咯吓。呀、啊，个女仔，你同学有冇报答我冇？都冇报答啦，我都唔系呢啲即系咩啊，做好事施恩啊，莫忘报嗰啲人啦，我都唔系为咗咁样咯。跟住就自此咧，唔知点解嗰句嘢咧，我就记得好有印象，咩冇一日安宁啊？系点解我咁记得咧？就系、是、因为咧，我主要最老死嗰啲朋友咧，都喺第一间中学度嘅，跟住第一间中学嗰啲人咧，就成日咧就。有啲咩事又会揾翻呢件事系鞭尸啊，同我讲啦，唉，有达哥喺度啊，冇一日安宁噶啦，即系咩球，即系嚟我哋搞队足球队踢波啊，参加啲咩联赛，即系话我哋有达哥呢个球员咧，就冇一日安宁噶啦，咁样佢又好中意揾呢句说话嚟喺度搞笑啊，咁所以我就记得好清楚，好深刻印象就系呢句咁嘅说话啊。咁咧就系呢、這个就系、是、咁样啦，分享完啦。咁我讲下寻日嗰个铁拳嗰个活动嘅，即系唔系铁拳活动，系 racer。正确嚟讲系 racer 嘅活动，但系咧当时咧就有一个铁拳嘅小型比赛。咁咧就见识即系呢个活动咧都几好嘅。首先个场地都几靓啦，又系对住尖沙咀喺太空馆附近，咁啊对住个大海景啊几靓啦，系咪？咁之后呢就除此之外呢就打铁拳呢都几犀利嘅呢个比赛。点解呢就有外籍人士参加。都有啲外国人呢就嚟打㗎，我都估唔到原来佢都有兴趣参加。嗰外国人都打到几劲。金头发打到去好似四强，好似打到去四强咁上下。啊跟住咧，最後咧，我就打到去，即係最後冠軍得獎啦，即係派咗禮物啦。之後咧，我啊同冠軍打，咁我都有得打，我都打到咁上下嘅。當然冠軍啊，技勝一籌啦嚇。跟住冠軍佢就係、是、佢哋就係香港又係有個格鬥群組咁啊，佢哋係專練鐵拳啊咁樣，佢哋就嚟緊，佢哋都會參加嗰啲去日本打衣服，又係話咩？因为咩？我让佢半臂冇，佢本身都劲嘅。讲真，就有实力。佢让我半臂啊，差唔多。佢有让我半臂，咁啊 keep 住打下咯，都几精彩。礼物又派得几多，跟住咧就系个地方够空旷、够阔落咯，咁啊几舒适咯。同埋间大厦咧系有啲香氛定点嘅，成间大厦都有啲甜甜，有啲甜甜香香嘅。嗰个场地系有啲香味。
咁都幾舒服嘅，整個就係一個 relax 啲嘅活動咯，之後又派曬啲禮物，咁啊幾開心，開開心心嚇。又係咩？點解我今日咁謙虛？冇不嬲都謙虛嘅啦，呢樣嘢我不嬲都謙虛。又係咩？點解咧？哇！點睇我今年 Annual Dinner 嗌加碼嗌到加咗成部車出嚟咁犀利？你就係、是、即係你。Annual Dinner 人哋派曬啲現金獎啦，之後你就喺度嗌加碼，啪啪啪加碼，啪啪啪，之後跟住個老細就啊咁好啦，我攞多5000蚊出嚟，之後你又唔夠，之後你係咁嗌加碼，啪啪啪加碼，啪啪啪，跟住5000蚊唔夠啊，咁加夠50000好唔好啊？各位同事，之後你哋又話唔好，之後又再加碼，啪啪啪啪啪啪，如是者咁樣啪到去有一部靚車嚇。佢應該就係預咗加碼想送嘅，講真，你好少可臨急臨忙就話啊，如果唔係點樣準備到部車送出嚟咧？唔通即刻開個電腦投影落個 mon 度啊？你哋要邊部車啊？加碼啦！我而家即刻送咁樣咩？好少可咁樣嘅呢啲就你個老細本身應該都好人，有預咗嚇會送嚇、啊、送大禮。同埋预咗加码啦，啲老细系哦，其实都好，有啲老细系预咗会加码，都系醒目仔嘅，醒目之人嚟嘅呢啲哦。咁样讲啦，讲翻啲新闻咧，咁样今日咧有单新闻咧就有关的士嘅，咁啊的士新闻系点样嘅咧？咁咧就话说咧有个的士司机，咁咧就要车一个女仔咧就要去赤柱，如果冇记错赤柱一啲靓楼啦、豪宅啦咁样之类咁样嘅。咁啊车到去嘅时候啊，咁啊发生咗咩事咧？就本身咧个车费咧大概咧就系去到400蚊。咁呢位女士咧就谂住咧就俾500蚊纸啊，跟住咧个司机咧就呢个时候咧就答冇钱找。我冇钱找喎，咁样咁咧，两个人咧就即刻嘈交，即系咧又唔肯话啊车佢去边度揿钱啊，总之咧喺度谂嗰啲解决方法咧都冇用，之后咧就劲嬲的士司机话咩我而家好嬲咧，就要车你翻去咩机场，跟住咧就后面即系呢位乘客嘅女士听到之后咧，梗系劲火啦，咁样就一路报警，但系架车咧个的士咧就照行。即系去到嗰个女士屋企楼下啦，咁咧但系咧佢就即系嘈交啦，之后咧就而家咧就折返翻去咧就机场嗰度，咁咧就后来咧个女士乘客报咗警啦，报完警之后咧就即系差人咧就去折返途中啊，个标好似咩跳到420几蚊，报纸写嘅时候咧就到差人到咗啦，就截停。咁咧就最后咧差人咧就去处理啊，问话啊，你哋估下最后点样处理？你估差人系会啊点样处理呢件事啊？你估啦，其实大部分如果你系聪明或者有睇开新闻，你应该都知道啦。差人一般唔通就唔会有做啲咩判决嘅。最后差人咧就建议。乘客同司机咧就和谈，佢话咧就和解，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大家和解，一人让一步咁样，跟住咧最后咧就两个人，乘客同司机咧可能都唔想再扰攘时间，咁咧就最后咧就决定和解，咁究竟点样找钱啊？嗰啲点样去解决咧？就冇人知，唔知系咪差人啊？问个差人阿 Sir 就唉，见到你班友都烦，自己即阿 Sir 就自己银包度咩啊，冇钱找系嘛，我打散俾你啦，5嚿水，跟住就话攞500蚊纸塞俾嗰个女士乘客定点样咯，唔知系咪？哦，但系呢件事咧，我就觉得系离谱嘅，即系你话冇钱找，你话咧你话本身你个车资30蚊。咁你就怼张500蚊纸出去咧，你话冇钱找都话合理啲。哎呀，冇咁多、啊，你要四张一嚿水，再加啲啊50蚊纸啊，20蚊纸啊。咁你话啊难搞啲啊，甚至乎离谱啲，你话哦、啊、车资咧都系30几蚊，但系咧你攞张金牛1000蚊，咁你话找唔到，咁都合理啲。
咁你话500蚊，跟住咧就车资本身系近400蚊嘅，即系最正路啊！你就找一张100蚊纸啫，又边有咁难啊，大佬！你正常的士司机做生意都要带啲银仔啊，嗰啲咁样啊！你成日见到啲司机前面都摆一堆碎银，有个架咁样排好晒，系嘛？点会咁样都冇啊，大佬，即系都要有准备充足翻，即系做呢份工噶嘛，靓啊，轻轻松松啊！又话想屈钱，又话见到豪宅系咪想屈钱啊？有啲咁嘅讨论系咁讲咯，就怀疑个的士司机想屈钱啊，蛊惑仔，即系见到佢赤柱啲靓楼，又见佢系女仔，即系可能唔够胆即系 A 啊，唔够胆反驳啊，咁咪就会咁样咯，话冇钱找喎、啊，咁样啊。不过我觉得嘢最大个问题就系香港个的士可能都要增设多啲嘅即系收费咯。嚟我去英国啊、德国嗰啲的士啊，可以收卡嘅，即系你碌卡系冇问题嘅。即系到而家香港地都到而家的士系冇得碌卡，系嘛？即系就比较落后原始咯，就一定要带钱。有时啊，你赶时间啊。啊！你有时赶时间一落楼，谂住即刻截架的士，之后你发现，咦，原来我自己唔够银纸喎，唔够钱喎，咁你又要走一趟去嗰啲银行柜员机先揿个钱得嚟，咁啊可能迟到啦，就赶唔到嗰啲即系时间咯。你搭的士都系赶时间啫，系嘛？哇！呢、這个扭咗十几嘢，哇！一路用同一招，一时扭左，一时扭右啊，但系咁样啊，俾最后都系俾人攞咗啊！好嚟啦！好，斩咗上去，可惜啊！仲有冇机会？哇，你靓啊，可惜啊！有位兄弟话咩啊？少少尖咪，少少声度偏咗，怪怪地。而家你有几多兄弟系听到有呢个咁嘅问题啊？声度偏向左边。左即系大部分嘅声音音源喺左边，系嘛？你话冇问题，又话你都有啲人话我，你哋都系觉得又好少，偏咗0.5。你等等我整整先。喂，有冇啊？而家有冇？而家 OK 未啊？吓，而家系咪左右都停止啊？即系左右都均称啊？吓，又咩？啱啱嗰阵整到好似有啲撩耳屎啲声，好正啊！咩 ASMR 咯？吓？而家 OK 系嘛？所有嘢都正常吓，OK 啊？又话咩？而家偏右真定假啊？讲真，而家系正常晒定点样吓、啊、？OK 未？喂喂喂喂喂，而家 OK 啊？可以啊？吓、啊？咁咧就讲完呢个的士咯，有啲人咧话点解唔肯加信用卡咧？佢就话咧，系关于税务问题，因为咧现时嘅的士司机咧，佢话啲税务咧就冇一个，即系你好，你交税报税嘅时候咧，佢就好难好准确话啊，做咗几多单生意啊，点点点。
佢话个标嗰啲咧又唔会记住嘅，咁报税方面咧，佢哋就即系你嘅意思就系的士司机就即系可以随意讲一个数字啦，呢个系有啲人咁嘅讨论。万一咧就收咗信用得信用卡嘅时候咧，咁佢有部机会出单，咁咧就会有记录，就有你意思就系有可能追踪到，系嘛吓，即系呢个的士司机。呢部机呢个 ID 就点点点收过几多钱喎，咁就容易追到啲税，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所以佢话点解迟迟咧都未装 Visa， 就系即系收 Visa 卡啊，收信用卡嗰个原因就系呢一个系其中之一。咁呢个我就唔肯定啊，但系如果对乘客嚟讲咧，就系、是、即系收多啲嘢就系舒服啲啦，啊，即系容易啲。方便啲吓、啊、坐的士啊，好靓啦呢下，俾个上去噶啦，睇下点，可惜噶都系冇机会啊，又话同埋冇 tips， 又话系啊系啊，你又讲得啱喎，嗱、啊、香港地咧就唔系叫 tips 嘅，就系嗰啲咧嗱有啲毫子，例如咧你个车资最后咧就系53.2。咁先算啦，53.2，咁咧，跟住你俾60蚊佢找咧吓，咁咧佢就唔会咧就俾，你有两毫啊，你个车资系53.2啊，我找8毫子俾你啦，佢就唔会有呢啲咁样嘅，佢就会咧就系、是、偷计，哦，53.2，咁咧我就找6蚊俾你算数啦吓、啊，即系人哋系四舍五入嘅，佢咧就系、是。零舍一入，只要毫子一突咗0.1出嚟咧，佢就已经即刻跳去下一个位噶啦，即系53.2咧，佢就会自动咧就跳去54蚊啊，就唔会找毫子俾你啊，预咗老凤唔找毫子，系嘛？因为以前五毫会找翻，而家好少咯。而家好少有啲司机系会真系咁神心找足，或者有啲司机会话：哎，一毫子唔收啦。比较少，我有遇过嘅，都有一两个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好司机，老实嘅就会啊，一毫子算啦，唔搞啦，赶时间系嘛，得，就即刻找钱啊，快啲走，佢赶我走。即比较好人嘅，有啲又会咁样咯，但系大部分嘅都比较就会贪嗰啲咁样咯，吓、啊？你点睇？即系呢一个啱啱有位兄弟啊醒嘅，点解唔装嗰啲收卡？点解唔肯用呢啲电子交易啊？因为电子交易就可以呢啲零头啊，好方便啊，怼咗出去啦。跟住点解啊？冇得收贴士啊？啊！哇，小心啊！哎呀，好险啊！啊！又系咩佢搏咩？又话咩佢哋想保命慈善啊！我坐好多的士，好多都唔会找毫子。你如果有坐的士，基本上系咁噶啦。而家嗰个佢哋个风气有个制度系咁样噶啦。啊，总之就系咁样啫。总之有啲毫子就一定系唔会找俾你。有时你找俾佢咧，佢都会系吱吱喳喳。佢即刻咁样喺度俾闹你啊，嗰啲咁样咯，有啲都会俾态度、俾说话你睇啦。好，有啲人嘅，如果例如你叫司机喂，你找少咗几毫喎，你咁样同佢讲，佢又会即刻俾面色你睇啦。跟住有啲啊掟，即系你睇到佢粗手粗脚啊，掉翻啲毫子出嚟啊，攞去啊，系咪？即系你嘅态度系极差。吱吱喳喳啊！咦呀，跟住就咁样掉啲碎银纸过嚟啦，有时系会咁样啊！你哋冇试过咩？你有冇试过据理力争啊？我有试过，哇！我找少咗，仲有几毫子喎、啊，我有时会咁样、啊。哇喂，我话三毫子你都，我话哇争咁远你都唔找啊咁样，跟住佢就会即刻发老皮，恼羞成怒。我唔系话哇，嗰啲咩2毫3毫啦，咁样你都唔找唔系话咁样吓？好、啊，又系咩好小气？黐线咩小唔小气？咁俾个标你做乜？呢啲唔系小唔小气啊！你系跟翻嗰个法例做嘢，人哋俾个
人哋的士啊，就系啊惊呃称，即系人哋啊乱随口噏啊，啊去边啊，去铜锣湾边，诶、哎、呢、這个应该十二码。诶、哎，啊去铜锣湾几钱啊？随口啲司机噏咩？$100、$200啊咩？你啲蛇啊 ，Adam！咁咧唔通咁样咩？人哋个标咪标就系俾你咧跟足啊指示啊，行几多里就几多钱啊，靓啊，就唔系咁样嘅，明唔明啊？就系咁样咯。咁所以你俾个跟住几多毫子俾就先至系啱规矩。你呢啲先至系遵守规矩，佢唔找毫子俾你咧就系违反咗个规矩。你要搞清楚边个破坏规矩先、啊，你要知道道理呢件事嘅道理系点样、啊啊、所以就系点解我就话有信用卡都系好咯，即系都应该要搞下 update 一下啦。咁多年嗰个的士嗰个制度冇 update 都 update 下收费，即系嗰个付款方式啦，系嘛啊？好嚟啦，俾落去，可惜啊，都系斩唔到上去啊！哎呀，顶唔到啊！咁啊，呢个的士就系咁样啦。跟住咧，我想讲多单娱乐新闻先啦。呢单新闻咧就如果你系中意嗰个阿拉斯，日本啊，专利事务所旗下嘅一个组织啊，阿拉斯，即系中文汉字咧就系蓝啊。即系上面一座山个山，下面咧就系一阵风个风。咁啊，阿南呢个组织咧就系话宣布咧，下年年底咧就要解散。咁咧就新闻报道咧，好多人就话好震惊啊！点解啊？呢对嘢系最受欢迎噶、哦，即系好多女 fans 就喺度尖叫同学话，点解会咁样噶、啊？呜呜呜！咁之后呢就再后来呢就有单新闻係点样呢，点解会解散呢，原因呢就係嗰、那个啊原因呢就係其中啊大野智。大野智呢就话想休息唔捞，可能就係话咩解散嗰个咩艺咩，佢话咩想休止啊，咩娱乐活动休止。啊又咩唔係解散係停止活动。咁唞咯，长唞咯，无限。佢有冇同你讲话停几耐？冇。嗰个大野智嘅大野智就话我即系可能咩攰咯，即系日日喺度做，因为咧就算其实咧专利事务所啲艺员咧通常咧一定要整个咩综艺节目嘅，自从木村 Miss Map X Map 好成功之后咧，佢哋又好兴咁样嘅。之前咧嚟咩捧 Tokyo 长濑智也嗰阵时又会有啲唔知搞笑节目咁样，佢哋好中意。专利事务所啲红嗰啲团体咧，通常咧都系中意搞啲综艺节目嘅。咁阿拉斯啊，首先有啊咩 VS 男，以前你睇 J2 成日都有啦，喺度玩嗰啲游戏啊，有时候咩攀下石啊，有时啊打下咩保龄球，有时啊射下波啊，射下足球啊嗰啲咁样啊，咁啊日日密密做啦。之后有时又拍下啲咩巡回演唱会啊，又要做啦。跟住有时咧又要拍下啲劇集，大野智都有个拍劇集啦。大野智拍嗰个做咩侦探，做咩开锁佬定咩啊？跟住每次諗嘢嘅时候，佢隻手指就係咁捽嚟捽去，好似撩完鼻屎咁，係咁喺度搓搓搓，即係嗰个拇指同食指喺度係咁搓搓搓搓搓之后呢，突然间一諗到就扮开咗锁，咔嚓。跟住就会拧一拧啊，哦，开咗门。咁所以咧就可能好忙啊，咁啊，大野智就可能觉得攰，咁啊想唔捞，即系就即系唞唞咁样咯，吓、啊。
咁啊，唞几耐唔知，咁有时好似你话即系廖山明嗰啲都会咁样啦，唞得耐嘅话就会唔想做啊嘛，你喺休闲咗咁耐，突然间叫佢翻嚟，又再做翻啲咁忙嘅生活，佢都未必适应啊，所以就我觉得都危危乎，讲真，有机会系佢会唞惯咗就唔想再做咯，都有咁嘅可能性啊。你点睇？咁有啲人就话咩专利事务所系咪会好咩陷入经济危机？佢话因为咧，大家知道啦，男咧就系即系最搵得钱嘅，即系日本嗰啲咩旅游局代言人都搵得阿拉斯，即系佢系算系最搵得钱多噶啦。跟住咧前排又咩 Snap 又解散，跟住咧而家又到阿拉斯又有少少问题咯喎。即系佢话啲生金蛋嘅鸡全部都有呢啲问题。咁咧就话会唔会导致到佢哋陷入咩经济危机之后，佢哋有咩内斗？哎，阴公啊！啊！你点睇？有咩大嘢自大把钱仲做咩呀？系嘛吓？有咩搵我去做？可以啊，我可以搞对身噶咯，可以啊，我帮佢搞对身，我即刻落去搞对身嘅，可以啊，吓、啊！我大嘢自唔做，我顶上咯，我而家新男定点样可以啊？除此之外，嗱，啱啱我讲咗 Snap 而家咧有问题，即系解散咗啦。跟住呢一个阿拉斯有问题啦，之后咧仲有一对龙与翼啊，即系龙泽寿明咧都嗰对同阿金井翼嗰个咧都系解散咗嘅，你知唔知啊？系就话之前都系咁样讲咧，佢哋系有解散嘅。咩话咩龙泽寿明话咩要做咩社长啊，就系成日都系咁样啦，就系又系有呢一个组织，又系你会见到呢一间公司咧，就系越嚟越多呢啲咁样话要解散嘅嘢啊。你对于讲开咧呢样嘢，即系日本呢个专利事务所嘅人咧，其中龙泽寿明我都系觉得系一个好可惜嘅人嚟，点解咁讲咧啊？点解我咁样讲咧？就系、是、之前咧，龙泽秀明我咪话咩魔女的条件嗰啲好红，跟住之后突然间咧就系、是、系有一段时间又系咩冇咩嘢做，又系唔知点解突然间系红完一阵咧之后又系突然间即刻消失，又冇咩剧做啊，又冇咩歌唱啊咁样啊。我怀疑系咁样嘅，即系通常呢啲组织咧就系、是、通常有一两个红啲啊，好似你 Snap 咁啊，又系木村最红。跟住咧就其他嗰啲咧又唔即系冇咁红啦，咁所以就好容易又分裂啊解散。因为龙泽秀明嗰个咩龙与翼，咁龙泽秀明一定红过金井翼劲多啦，当时个个人都中意啊，个个女仔都劲冧龙泽秀明，跟住金井翼就即系好似做下巴喺度衬托。咁玩呢啲肯定玩唔长啦，成日做嗰啲即系绿叶啊，喺度衬托佢啊，咩冇人撑，金井亦肯定又系会嬲住。咁你阿拉斯系咪又系有边个特别红？即系有冇边个系特别唔红？会唔会导致到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呢？吓、啊，有冇？你又因为我就唔系话好中意，我就冇成日话睇阿南嗰啲嘢，吓、啊。我识噶都系冇办法顶入啊！话咩？点解义工和也系最红？义工和也就系成日做日剧咯，演戏多咩？有个做咩冇嘢做无业游民啊嘛，有套戏，同埋有做咩 Gans 啊，杀戮都市好似都系义工和也做啊嘛，佢演戏，义工和也系演戏比较多啲，可能演技最好啦。松本润嗰啲都多戏做啊，做即系通常做啲即系做啲偶像角色啊，嗰啲咁样啊，啊最唔红系唔知边个喎？咩上咩有个系咪咩上叶啊？定上泽雅纪啊？系嘛？系有一个金金地毛嗰个叫咩长？即系个头发好似杜拉格斯咁样分两边啊？
啊，大野智最唔红啊，咩上叶雅纪啊，系嘛？啊，其实个个都好红嘅呢队，所以点解佢话赚咁多钱咧？五个人五星战队，个个都劲，就冇话一个咧，就系、是、算系咩，即系比较唔红啲，个个都有 fans 捧，就比较势均力敌啲。就比較少發生呢啲咁嘅事情，所以亦都咧嗰、那個點解嗰個團隊可以玩到咁耐啊，亦都咁長壽之一。哎呀，可惜啊，都係冇辦法出到波啊，俾人咁樣困一困。有咩？仲有一隊嘢叫 News， 係啊 ，News 咪當時山下智久咯，唔知搞咗一段時，因為搞咗一年定兩年冇耐就已經完鬼咗啦，嗰、那個 News。佢成日日本人好中意搞呢啲组合嘅，不过通常有时又快来，整得太多又快嚟快去咁样啦，啊？有咩关咩？咁户良嗰队都散咗，好似系咩关八，好似都散咗，好多都而家就系出现咗有呢啲咁嘅问题咧，专嚟事务所啊。我系大野智，其实停止活动系有原因。我去香港见到个靓仔头发长长，讲真，以前木村都比唔上佢咁靓仔，见到就觉得不如唔好做啦。佢话咩停止，又唔会你做艺人咁样，梗都唔会因为咁样啦。好少我啊，见到一个人超级靓仔，咩做唔落去，边又会有呢啲咁嘅歌仔？即系好少可会咁样发生呢啲事情啦。最主要我其实我话俾你听，通常个原因系咩？可能佢讲话咩想休息，就未必系真嘅。但系咧就日本啲艺员咧就即系咩，通常唔俾佢咩结婚啊、咩拍拖嗰啲啊嘛，咩一拍咩谈恋爱，或者一结婚咧就可能就唔知啲嗰啲经理人啊会发嬲啊、怒嘈啊嗰啲咁样啊。之前咩木村嗰啲都系咩木村点解会同其他人唔啱啊？其中一个事件都系佢当时同嗰个工藤静香结婚，即系突然间最红嘅时候无啦啦话要结婚，咁即系玩串个 party 啫。人哋个个队友都冇结，系你个个走去抢集。啊，咁即系点解呢个可能系其中嘅一因素导致佢话，唉，想唞唞先，唔捞啊，即系会咁样咯，啊，有咩偶像系咪可以朝忌？咁梗系唔得啦，即系呢啲对佢哋嚟讲都系一啲唔好嘅新闻啦，阿阿话唔可以拍拖结婚啊，啱啱有位兄弟就问可唔可以朝忌，咁呢啲梗系唔得啦。呢啲影响形象嘅事情，梗系唔可以啊，系嘛？咁样就系咁样咯，就系呢单嘢。咁啊，有啲咩报纸仲有报嘅，就话咩有啲同咩女同事啊，日本嘅女同事啊，即系翻工嘅上班一族咧，就见到即系知道咗阿拉斯即系呢单新闻之后咧，就话咩唔开心，就决定咧就请病假定点样，就咩今日咧就唔翻工啦咁样。跟住咧嗰啲报纸就话咩男同事又咩今日唯有顶硬上咩支持。佢话你好好休息吧，个公司有我在，点点点。通常咧，凡系啲娱乐圈嘅啲新闻，通常都会有呢啲嘅。日本上次啊，边个啊？啊，嗰、那个福山雅治，福山雅治要结婚嘅时候，咪又系发生咗呢啲咁嘅事情咯。咩阿妈咩唔肯煮餸啊，有啲人又咩唔肯翻工啊，都有呢啲咁嘅情况。次次例牌啲巨星级都会出现咗呢啲咁样嘅影响民生嘅新闻啦、啊。好，远处位置，哎呀，咁啊红波红到咁样啊！有人问我识唔识唐本光？唐本光一点会唔识啊？以前都成日睇金田，首先识唐本光先嘅，睇嗰、那个吓、啊、金田一，金田一之少年事件簿，佢当时咧嗰块面圆圆地、肥肥地咁啊，几得意，矮矮地做金田一，跟住咧同嗰个美雪嗰个演员系，你会觉得几衬几得意哦，佢又做得几好。所以系嗰阵时系中意唐本光，
多啲嘢，之后咧后来咧就系中意睇嗰个咩唐本兄弟嗰个节目，有时无线嗰阵时晏星期六咧，唔知十二点嗰阵时好中意做啊，系嘛，因为我咧讲啲无聊嘢啊，搞下笑玩下游戏，唱下歌仔。唐本兄弟有段时间就系粒粒皆星噶，即系有神威恶斗咩格斗。即系有段时间咧，心田公子冇嘢做，又会走去弹钢琴喎，咁样啊，即系你又会几得意，同埋啲人有个性咯。格陀咧，成日喺个节目唐本兄弟嗰度瞓着觉，梗系有啲合辑嘅。又话咩呢条友次次上亲节目都唔系喺度听人哋嗰啲嘉宾讲嘢啫，突然间你会见到佢瞓，即系喺度瞓着咗，就成个钟前之后突然间失去咗平衡。之后堂妹哥就会问佢咩事，问咩事咩事，跟住咧佢就即刻扮傻喺度笑笑口，冇嘢冇嘢冇嘢。之后跟住堂妹哥已经知道啊，系咪又瞓着咗啊？系咪又瞓着咗啊？系咪又瞓着咗啊？之后佢就喺度笑笑口冇，佢话咩有啲唔舒服，就扮嘢嗰啲啊。所以嗰个节目都几好睇，讲真吓。又话咩？我咁劲，连唐本兄弟都识，咩都识啊！都话我系江湖百晓生，咩都知。哦 ，V 6都有 ，V 6都系嗰啲啊！嗰阵时有好多呢啲节目，嗰阵时无线好兴播呢啲啊！咩就我话 Tokyo 咩 V 6，跟住就系呢啲唐本兄弟佢逢星期六咁啊喺度做下嗰啲啊。有话咩？有集格斗武例整咗个纸牌俾佢，系啊，我记得，即系佢就即系整个人一比一个公仔话啊，格斗今日唔得闲嚟，唔紧要，佢个纸牌到咗。最记得有一集咧，就唔知格斗生日，格斗嘅设定咧就系佢唔知290几岁嘅，佢仲大过我，我就百几岁。格陀嘅设定咧就290几岁，之后有一次我今日诶堂妹兄弟堂妹哥就今日咧就系格陀生日，好嘢，个生日快乐，我哋推个生日蛋糕出嚟先。之后我成个生日蛋糕咧都系蜡烛烧到就嚟着火啊，就嚟火烛。跟住格陀见到之后，跟住咧就唔知点好啦。跟住咧阿堂妹哥就叫佢咩快啲吹蜡烛啦，我话仲唔吹蜡烛？跟住你知道已经是熊熊烈火，点吹啊？一吹落去，分分钟抢火，唔知烧成点。之后格陀咧就攞个湿毛巾成个咁样冚落去，咩佢话咩好危险啊？咁样仲玩火咩？佢话仲细啊？点点点？之后就系咁样完咗啦，吓啊！死仔爆！嗰嘢系几好笑嘅，同埋你估唔到格陀，佢虽然咧成日冇咩讲嘢，但喺唐本兄弟入边系举足轻重，因为佢讲嘢唔多，但系佢讲嗰一两句通常啲极度白痴啊，啲搞笑，嗰啲白痴嘢好识搞气氛咯，咁啊啲动作佢成程系冇咩点讲嘅，同埋佢一做嗰啲，佢平时讲嘢咧，佢就好中意唔知点解咁样咁细声讲，一路扮啲好型嘅声。跟住咧，好似鹌鹑咁样讲嘢，跟住就梗系用呢一把声讲啲白痴搞笑嘢，你就会觉得特别好笑嘅。你哋会唔会觉得咁样？你哋中唔中意听呢一把声？佢就系好中意咁样讲嘢。系啊，我平时系中意唱歌噶。Yes， 系。那都好多，佢就好中意扮呢啲咁样好磁性、好低沉。但他平时唱歌又可以练到劲高音啊，嗰啲咁样吓。呀，佢系咪 Batman 先？唔系，同 Batman 有分别嘅。你会见到佢就系嗰啲好似扮啲日本嗰啲奸嗰啲动画角色嗰啲男角嗰啲啦，好性感，但系又低沉咁样沙沙地嗰啲啊。又话咩？我继续用呢把声。可以啊，其实我有时我都唔明佢点样可以长时间咁样扮呢把声系非常之疲劳嘅，你知唔知？好似我配音有时配嗰啲沙漠啊，嗰啲 RPG 角色嘅时候，你配尤其是玩人中之龙咧，嗰排个喉咙咧系特别攰嘅。平时讲嘢你就会觉得冇咩力嘅，即系细声好多。
咁我認為咧，格杜本身把聲都唔係咁樣，但係佢就為咗定立佢自己嘅形象，你留意一下佢平時拍節目就知道，佢永遠就側側地個頭啊，嗰啲姿勢都擺到好型，所以佢連把聲都中意錯到咁型，咁啊就配合翻佢嗰個性感嗰個形象咁樣啊。系啊，即系如果咳嗽，即系喉咙唔舒服期间，仲做呢啲啊，会比较攰啲咯，吓。咁啊，就系咁样咯。呢、這个就系分享完嗰个日本阿拉斯嗰、那个节目啦。咁咧，而家咧，我啊想分享另一样嘢，同埋有啲问题咧，想问问大家。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前排我有讲过咧，就是、iPhone 嗰个问题啦，即系我啊去过嗰啲 Genius Bar。即係問完啦咁樣，咁咧我就有諗過咧，要唔要不如換個部啦咁樣。咁咧就後來咧就查咧，有時咧睇啲討論區有啲 post 就本身有諗過要唔要換部新嘅，即係試試又買部新嘅 iPhone 睇睇會點樣啦咁樣。咁咧就後來咧就點解熬一熬咧又猶豫咧，就係睇嗰個討論區有個 post， 佢話咧咩用得耐新嗰 iPhone XS。定 XR 我唔記得佢係邊部啊？佢話咩？自從換咗呢部新電話之後咧，佢話咩就成日偏頭痛，跟住咧佢就 post 咗段片，我即刻嚇咗一跳。咁嗰段片係點樣咧？佢就開咗個 mon， 跟住咧，然後咧佢就慢慢咧就校暗。咁咧就咁你會見到佢校暗嘅時候咧，你又會見到個 mon 咧就會係咁有啲閃，有啲黑色條咧咁樣戳下戳下。即系咧，你就會知道咧，你平時肉眼睇落去咧，你係唔會覺到呢啲嘅。佢就係攞部攝錄機咁樣拍落去咧，先知道咧就係、是、哦，原來咧佢嗰個 mon 嗰啲更新速度啊，或者點咧，你又會見到係發下咁樣。咁咧嗰個人就我意思就係話啦，佢 upload 呢條片就係話咧，我自從用咗 iPhone XS 之後咧，就可能因為隻眼對住呢個 mon。咁咧，所以咧就導致到咧容易咧頭痛咗啦，即係導致到偏頭痛，因為咧你知道眼會受到刺激，亦都會影響你個腦部，咁咧就會有機會係咁樣嘅。有人話咧咩弱智係手機都會唔係喎，佢就話舊噶，點解我而家就話俾你聽，我做咗功課啦。是点样呢？咩回事呢？咁 iPhone 嘅 XS， 即係呢啲新一代嘅 iPhone 呢，佢个 mon 呢就係用嗰个咩 OLED， 即係俗称 OLED， 就係 OLED。咁呢旧嗰啲 iPhone 嗰啲呢就係仍然係用 LCD 嘅。LCD 佢嗰个有个制式叫咩 IPS， 佢嗰塊板啊，嗰、那个 LCD 嗰、那个嗰、啊那个 panel 就叫 IPS 制式。咁咧就新嗰啲 iPhone 咧，总之就叫 OLED OLED。咁两者咧就有啲咩分别咧？就系、是、OLED 嘅技术咧，就系一个比较新啲嘅技术。咁咧其中一个咧最大嘅分别系咩咧 ？LCD 嗰啲 mon 咧，一般嚟讲咧，就系、是、后面咧就要有一排发光嘅物体咧，就整光佢，咁你先至可以睇到个 mon 显示嘅嘢。而 OLED 咧就系每粒 pixel 啊，佢都会有自己咧，都可以自己都发到光。佢后边咧就唔使再加排灯或者咩咧，就整光佢咁样嘅，吓、啊。大家明唔明嗰个意思先？而家就再简而言之，再讲多一次，就系、是、OLED 个制度系点样咧？就系、是、佢每粒 pixel 佢自己都识得自带发光嘅，佢自己可以发光，佢后边咧唔使加盏灯去整光佢。LCD 咧就系、是、啲 pixel 就唔识自己发光嘅，后边咧就要有啲灯啊或者有啲物体咧就整光佢，你先可以睇到 mon 显示嘅嘢嘅，明唔明啊？呢、這个咧就系、是、最基本嘅一个分别啊！我系咪好劲咧？咩都识啲吓，我就系会学到嘢咯。一路睇完啲嘢，有啲咩问题，我又会自己去钻研啊，或者点点点，系嘛？呀，咩呢啲讨论区嘅嘢都可以信，咩有片为证，有咩呃唔呃啊？同埋呢啲系我自己睇，自己研究。系嘛？我系由呢段片，佢贴完呢段片就触发到我个好奇心，我科学求真嘅精神，跟住咧我就去查，
跟住咧就知道咗呢件事，呢两个大祭式嘅分别。咁咧就点咁咧？点解你话诶咁诶？点解诶？你正常话哇自己发光唔系好啲咩 ？OLED 吓、啊？点解即系会有争辩话应该用 LCD 好啊定 OLED 好啊？吓、啊？因为咧呢、這个 OLED 咧都系有啲缺点嘅，我话俾你听就系、是、吓。啊即系呢啲嘢，凡系嘢都系有优有劣噶啦，就冇咧全部话好，全部话坏嘅。LCD 咧都系有佢嘅优点同缺点。咁首先啦，就最基本有一个咧就系嗰个 size 问题啦。因为咧嗱，你我啱啱都讲啦 ，OLED 每粒 pixel 咧咪自己咩识发光嘅，唔使整排灯去照光佢咁样啊。咁 LCD 要排灯，咁你自己谂下，哦后面要加盏灯，咁系咪会压多啲位啊？咁咧就所以咧，点解如果你系嗰啲新世代嘅手机，佢想越整越薄越轻巧咧，咁佢就梗系会话哇！如果悭个灯位啊，咁样咁用 OLED 咯，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即系 OLED 嗰个优势啦，吓、啊、知唔知？咁咧之后咧就咁有啲咩其他又有啲咩缺点咧吓，又或者有啲咩优点咧 OLED 吓、啊？咁咧就系、是、根据嗰啲上网睇过啲资料咧，佢就话啦，佢个色泽咧系应该会鲜艳啲啊，浓啲，即系啲色咧 OLED 咧个色咧就系、是、应该系会靓啲嘅。咁但系亦都会有啲缺点噶喎 ，OLED 就有啲人就话咧短命啲啊，短命种，佢咧就可能因为要加埋啲发光嘅嘢喺入边，可能又会易啲受热啊，或者点啦。咁 OLED 嘅寿命咧就会短啲嘅，咁就吓短命种。咁啊，好似仲有个优点啊 ，OLED 其中一个优点咧就话咩，迟啲可以发展成嗰啲咩可以屈曲嗰啲，佢话咧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因为佢可以整到薄薄地咁样，跟住咪可以方便你屈曲咯，可以整啲可以屈到嘅 mon， 即系第时啊可见嘅未来系有机会做到嘅，好似之前有啲片都有讲过啊。咁咧就系啊，有啲人都有讲 OLED 用得耐咗会有啲咩烙印啊，系啊系啊系啊，呢、這个你都呢位兄弟都系有都系有研究啊。总之咧呢啲咧就系咁样啊，即系呢啲啊，梗系睇多啲唔同嘅资料对比下咧，咁就最好啦啊。同埋嗰个用电量咧都系有嗰个差异嘅啊，即系 OLED 同埋 LCD 嗰个用电量咧都系有差异嘅。如果我冇记错咧，好似系 OLED 咧用嗰个电咧系好似多啲啊！我记得系用电量系会大啲啊！你哋知唔知？所以就系各有各好处咯，即系呢啲你就要取舍权衡。咁但系 OLED 咧，我即系个技术就比较新啲啊。咁而家系仲未一个非常之成熟。咁成熟晒嘅时候咧，就可能会系就可能会解决到呢啲问题咯吓、啊，即系例如咩短命种啊呢啲咁，佢啊以啊第时用耐啲，佢又会有呢啲，又会解决到可以用耐啲，增强佢嘅寿命等等啦、啊。同埋较暗嘅时候咧，就唔会喺度发下发下，就唔会见到佢喺度斩斩下呢啲咁样咯，啊，斩斩下肉眼睇唔到。你一定系要咧用嗰啲机啊，即系有时你摄录机拍低咧，你先知嘅，吓、啊。又 OLED 悭电啲，有人话 OLED 净系黑先会悭电，我都记得系，我睇个资料都话系讲话整体嚟讲系 OLED 系好似系用多啲电嘅，耗啲电，啊咁所以呢啲又系又要再睇过咯，就通常我买亲啲电子仪器，我咧通常咧我都系买好耐，即系有啲人成日问我点解你搞咁耐都未买，因为我一定我好惊买一啲，我系自从买咗我本身细个嘅时候都已经好怕买嘅，本身自己臭手啦一嚟，二嚟咧就好惊咧买一件垃圾。之后就会笃眼笃鼻，即系自己又悭钱又唔会想话，唉、哎，买咗件废嘢，不如即刻掉咗佢，再换个补啦，咁好抌心口。
咁所以咧，我次次都呢啲咧，我都定会抡好耐，即系抡到一个啊，都系呢个牌子呢、這个模诶 model 口咁样，先至要下即系下定决心买。啲通常急急买咧，就买嗰啲二拉 U， 买二拉 U 机咧就好火，所以就系咁样咯吓。我而家部电脑就系二拉 U 就系急急脚。就系嗰阵时个电脑坏咗架咋咋冧啊，急住买整部嚟直播就系导致到就系搞到即系耿耿于怀啊，吓会觉得系会唔系几好啦吓、啊，你点睇？所以讨论完有咩决定？如果我买即系如果我要买一部新手机啊，即系要去即系常用，暂时嚟讲可能就会买。可能会买 LCD 咯，因为 LCD 个技术发展得耐啲，即系佢而家喺 LCD 嗰个世代咧，就应该已经系研究得比较好啲，好成熟咯，就应该襟啲、靓啲。咁 OLED 就可能会比较即系参差啲，即系大家都喺起步阶段，你未必话特别一个标青，就算标青嗰个都未必话好成熟咁样咯，啊，明唔明？因为LCD 嘅机啊，得翻好少噶啦，冇咩选择。有人话吓，大部分而家 Android 手机都系用 OLED 嘅。有人话系咩？我唔知喎。咁你买咁买翻啲旧 iPhone 用咯。不过讲真就唔会嘅，讲下笑嘅，仲系即系都话明旧，唔通仲买翻部旧嘅上一个即系已经停产嘅，即系你买翻嚟有时都冇得整添。今日嘅时候，诶，我仲有得抽卡今日。唉。唔知道会唔会开到门呢？啊？你哋点睇？唉，有咩 iPhone 点会冇得整？仲有人用紧 6S， 又系咩？求下你唔好开门，黐线！点解？好。又买咗边啲卡啊？睇下边啲卡你又唔肯买？哇！呢张 Diago Silva， 上次你记唔记得我抽咗？我货金抽啊，抽咗呢、這个，卖咗42,500，只系得咁少啊！哦，跟住我哋去抽下啦。啊 ！C 朗。美斯呱，芝麻开门呱呱呱呱呱呱呱，喂呀，德国前锋喎，边个啊？唔识，会唔会有啲宝物沉龟底？睇下下边，迪科尔咯，呢个会识咯，连龙啊，呢啲艾玛神都系渣人嚟噶啦，佢有一包料。咁啊咁啊咁啊，刮刮刮刮刮落嚟啦！开门吧，有咩开门？但系中招，哇！真系开门，但系千祈唔好系中招。C B， 喂，咩他边鬼个啊，大佬未见过，他烧滚我咩快啊？系满快啊，系嘛嗰句嘢？好系咁啦，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啦。辛苦各位队友，
边位生日啊？吴海莹老婆生日，仲有咧 ，FX 生日快乐 ，Hugo 生日快乐，何文俊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罗高全生日快乐，仲有咧，杨刚生日快乐，吴盈慧生日快乐，仲有咧。徐伦生日快乐啦，子仁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啦！由于时间嘅关系啊，而家咧就点已经咧系攞咗嗰个最新嘅秘笈噶啦，即系玩呢个碌波波，又碌咗个招呢一个伏山脚啊，嗯啊，伏山脚啊，俾你睇下个样系咁嘅。啊，咁样踎低咁样踢人嘅招数，事不宜迟，梗系即刻装嚟睇下啦吓。诶，伏身脚后后脚啊，本身系扫堂腿嘅，而家就变咗系咁。记熟啲招先，斜步劈斩啊，前正方三角 ，OK， 斜弧锤系后正方三角，阉人小掩，连环劈后正方 X， 冲锤嗰啲我识啦，航旋空脚、航龙脚，自由出发，唔知点解出唔到，大剪白啊出到啦，连手炮啊出唔到，前圆圈，本身系咁样，蛇身贴啊前后圆圈。前圆圈，前后圆圈啊！啊咩？玩咗几耐啊？最后咪左边14次中，答案咧系最后咧系左15次嘅。啊，玩多铺咯，俾你睇下啦。知乜声？啊，嚟玩下终极挑战啦！好啊。好。有啦。好嚟啦。Yes。これだ。我是由朝早玩到夜晚的，你知不知道？好，这里啦，噔噔噔噔噔噔，断估佢唔会碌落最尾嗰格啩？呢下冇咁黑嘅，哇！好彩屎捞人啊，屎捞人伴我坐千关，好，系啊，非你挑战的，系 ，OK， 啊，次も挑戦する。好 ，go go go go， 硬啊硬啊，碌碌碌碌碌，唔会碌去中间系嘛？好，又系屎捞人啫。叮当，好，系啊，好，再一次啊，好嚟啦。话要赢多次仲啊，超要叻，唔系系嘛？好嚟啊，有两招咩？十五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硬嘅。而家即刻默念天灵灵地灵灵 ，go go go no good， 低 B 去到最尾一格食屎啊！吓，又话仲有一招要拎啊，迟啲先拎啦，好鬼难，如果唔系有排玩又冇得推进进度。遊ばせてくれ。左端の台からだ。好。よし、これだ。嗱，呢一个咧，头两个咧就大概都永远都系咁样，一开头就碌去最右，你基本上咧个机率咧就会高好多噶啦，因为好少可会塌 Q。啊！试多次，差二次，因为上次我系揿多咗一下，试下咯。我上网睇有啲人咧话呢啲咧都系随机嘅，佢话随机伏身脚好废啊，系嘛？我有上网啲人话咩伏身脚咩废招啊，唔会咁黑系嘛？哇，好彩啊！好，系啊，咩72次系嘛？好啊，可以。试下最后一次，咩上次揿多咗一下，
猜二次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啱啦系嘛？咩多咗一次重数啦，系嘛？你咁都睇到重数？数多次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好啦，阿哥肯定冇啦，系嘛？碌去呢边冇啦，都系啊，最呢边。そうそう、こいつはゲットできねえぜ。次のゲームやるかい？唔玩啦，做咗主线先啦。仲有一招好似叫咩？系咪咩白猿咩嘢啊？我记得系叫白猿达定点样？咩好似马骝猴拳定点？马骝灭？似马痕。而家有咩好做啊？而家要揾啊咩朱元达话咩喺嗰个唔知咩楼嗰度嘛？咩斗牛嗰屋企？黄天楼定咩？哇，记唔记得啊？啱啱你记唔记得？揸啲露咗底啊！春光乍泄啊，啱啱吓？左十五系最好啊！我嘅感觉系咯，感觉啦。黄天楼，喂，点样翻工啊？呢度，Congo，诶 ，Congo 喺度做嘢，你系咪想做嘢？好啊。点样？边个叫 Congo？ 你系咪叫 Congo？ 系咪可以入去 Congo？ 好，呢度系咪？哇，呢个叫 Congo， 呢条女叫喂姐姐。哎呀，你身体好结实，你要唔要同我做嘢？喺呢个附近强壮嘅人咧，都会斗腕力，或者参加街头决斗啊，所以一路缺少人手啊。我唔知啊，总之我唔想逼你啊，有兴趣随时话我听啦。我知道啦，我会等你啊。即系呢度就可以翻去做货仓搬嘢，即系灭吉达嗰啲咯，系嘛啊？咁唔做啦，呢啲做孤立嘅傻仔，咁样搵钱有冇技学？冇又真系唔会做，讲真。黄天楼，呢度唔系你啲人啊入嚟嘅 ，Lon。我一定要搵其他入口先得嘅，啊？咚，守卫挡住黄天楼嘅入口，找到其他方法入去。呢度系黄天楼，呢栋嘢连住边度咧？其实系咪可以去其他楼混入去咧？呢个马骝搣我系咪打过？打赢呢啲有咩着数？就系得嗰十零廿鸡嘅啫，啊！黄天楼会唔会喺嗰边后面跟入去啊？应该唔喺呢度啊，系嘛？啊！或者问下呢啲友啊，倾下偈咯。嗨，いらっしゃい。高天楼の入り口。我哋搵黄天楼嘅入口啊。その角を左に。啊，咁你应该喺嗰个转角左转，沿住大楼外围走就搵到噶啦。わかりました。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呢度有冇捐过去？冇喎。咁喺呢个位咧，
我哋试下通去呢边睇下有冇。黄天楼系咪就系一路沿住呢度？有咩翻工系咪可以沟到条女？你话俾我听咯，系咪有？诶，呢度有个细细地，呢度系赌钱嘅。呢度会唔会有得入去咧？冇。黄天楼问呢啲赌仔冇用嘅，佢唔会答你，除非你赌输俾佢，好鬼贱噶。呢个都系黄天楼。咣！攞住打狗棒发，阿妹随便俾我人入去啊！烂啊！ここはダメだ。他の入り口へ行くか。有咩打铁砂掌阿伯练投技好有效？边个铁砂掌阿伯？即系呢度就系俾你，即系呢啲擂台就系俾你练投技，系咩？可以啊？边度啊？边个铁砂掌阿伯？呢个啊？呢条友系做咩噶？一介阿孙，如果你同我赌一铺，我同你玩食屎啊！你呢度会唔会？呢个系咪都系黄天楼嗰度？呢度有冇得入去咧？难用用。呢度冇隐藏入口，我哋再兜过去。噔噔噔，呢个阿叔，你知唔知黄天楼有冇入口啊？哎，叫啲咩啊？黄天楼啊，黄天楼，你去啲咁危险做咩啊？啊？诶、啊，我知啦，你有你嘅理由嘅。经过阿棍一集个博物馆后右转，唔系啱啱嗰度右转，咪系嗰个位独龙起楼。啱啱如果入嚟呢度咧，斗技场喎、啊，会唔会呢度？嘿嘿，哥仔，我暇啊，斗碗力点啊？你有时间好嘛？アームレスリング，斗碗力啊！你个身体质素 OK 噃，去搵老多钱啫。摆你后面嘅人就系你嘅对手啦，自己中意拣你嘅对手啦。呢度会唔会有线索啊？会唔会通到入去啊？又唔似，不过纯粹想见识一下。喂，呢、這个人，喂，你知唔知啊？有冇得倾偈？呢啲有冇得倾？呢条友睇落系咪最劲啊？呢、這个黑人，出到依近，咩事啊？靓仔啊，诶、想同我比试啊？$60一铺，怕你啊？咪玩一铺咯。好，嚟啊！哈子几溜达，讲俾我听个名啊！我叫八月亮，哎呀真可爱，个名系边度嚟啊？日本，睇下你有几大本事啦 ！Come on baby， 好，讲咁咩事？呢个人都有啲似唔爹喎个头啊！你系咪孖生兄弟嚟嘅啊？呢条友叫八月亮。啊！武术专家喺日本过嚟，佢嘅对手系有才嘅武者多瑞哥迪，咁肥都系跳舞啊！佢哋好享受比赛咧，背会好好对你啊！我唔想你好好对待，哎呀，好过分啊！我话开始，你先开始啊 ！Ready？ 哇！千八斤啊！低能噶、啊，八痴啊！我揿一下都揿唔到啊！低能，哎呀，你咪要走，真系冇趣，我劲到黐线喎，点玩啊？低能吓吓、啊啊，你哋有冇玩过？系咪真系咁啊？吓 ，Ano，Ano， 你喺度我比试啊，斗多次咯，你个木嘴，黐孖筋。有冇咁劲啊？吓、啊！佢喺度讲呢啲姣嘢，分我心。哇！咋？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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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哇好鬼大黐孖筋啊黐孖筋黐线佬劲快啦已经揿到几有似嘢揿到啲好鬼白痴劲到抽筋喎有乜可能啊？除非用咩啊？有人连射手制先可能赢到，有啲人话试多最后一次。讲真，有啲唔系好锯。收爹啦！好。同埋你一揿慢啲已经输啊！同埋佢嘅偷步 ready， 佢个 fight 未讲完已经系咩？收爹啦！Shut the hell up！ 好紧张。哇！黐孖筋又偷步呢个友仔。啊！黐线佬。哇！低能劲到抽筋。你又会望住个手掣揿，因为你惊揿歪鬼咗。哇，黐孖筋！佢话佢揾第二个对手先，又话去买粒我。佢话又咩要用连打手掣？黐线，有咧应该冇咩用嘅呢啲呢度都系废，呃钱嘅呢度系。咩不会连打？嗰、那个速度要求好高喂，呢花靓仔。喂喂，而家好嘛？哎呀，你真系噶？你想问啲嘢啊？吓，条女啊肯答。我揾间黄天楼嘅入口。你有冇听到啊？佢想去黄天楼啊？收爹啦！红泥咁样唔礼貌啊！你够唔礼貌？你知边度有入口啊？喺屋台街转左就到噶啦。仲知唔知其他？要你一路跟住黄天楼行就会见到噶啦。好。咩屋台街转左啊？呢度系诶黄天楼。都系有啲打靶仔喺度喎，啊！好，会唔会俾人入去话黑眼圈好深啊？你系咪成日打钉啊？呢位哥仔吓、啊，打钉多，你仲喺度四围兜啊？诶，任武英，我认为仲有其他入口嘅。光光咩意思啊？所有入口都被人封死啊！系啊，喺呢度冇用嘅，谂下其他方法。我以为你打退堂鼓，我改变心意啦。咩话？我谂咁样做都几划算啦。随你嘅片啦。行啦，我哋要去边啊？去茶店啊，确认下消息先啦、啊。你讲茶碗阵啊？哎呀，我哋分头行动啦。我喺屋台街附近玩，都要其他街嚟睇啊。啊，好。茶碗阵，茶碗阵，叮。而家要去茶碗阵汇集资讯。咁啊，系咪呢啲茶记有啊？呢度呢啲边度？喂，知唔知边度有得摆茶碗阵啊？搵餐厅或者走啊？你嗰度咧，嗰度咪搵个位坐咯。呢度都冇茶碗，即刻几问佢攞几只杯咪得咯？傻猪啊！边度有？呢度喂，呢度咁多食店，但系一个茶碗阵嘅地方咯喎。呢度有冇啊？中医冇喎吓。喂喂，倾下偈啦，阿仁，有冇得到回应啊？未啊？
哎呀，发生咩事啊？我四围，哎呀，你都可以去其他地方。喂，知唔知师奶边度有得摆叉湾前啊？龙泉屋台就喺附近。龙泉屋台喺边啊？右转，见到个坏咗嘅水塔就见到噶啦。再往向前行，再向右行 ，OK。呢度啊？咩坏咗嘅水塔？再向右转。呢度系坏咗嘅水塔系嘛？系咪呢度啊？定系右边先系啊？喂，呢度喂，呢度咪有茶湾前咯、啊。嗯，啊，そこで茶碗陣ができ。呢度可以摆茶碗陣喎，啊？你去饭店摆，去理发，理好饭店摆有招学，即刻唔摆住啦。不是现在，理好饭店喺边啊？雷鸣馆，理好饭店喺边头有冇人知？呢度系理好饭店，喂，又要瞓觉啦。唉，今日啊，冇衰啦，已经好夜啦。好，好，存档先。阿 Joy 喺度啊，想同我，想同我一齐瞓喎，吓。你点睇？有咩同男朋友一齐瞓？阿仁可能都喺呢度瞓嘅，的确。好啊，睇下巴月亮喺呢度瞓系点瞓，照旧咧一嘢咁样得落去，哇咁窄嘅梳化点瞓啊，大佬！好啦，我起啦！哎呀，快啲起身啦，天光啦！哇，佢咁夜晚瞓得好唔好啊？巴月亮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人嗌你起身，佢就系唔会自己起身。少爷仔啊，少爷仔，平以前咧，阿杜婆婆都唔会嗌佢，而家就要人哋又要阿方梅啊，啊，昨天的地点咯，再近啲，又要方梅，又要阿 Joy 啊，又要啊，边个个都要嗌佢起身。嗯，我以为呢度摆茶湾前啊，啊。摆翻天龙地友嗰个系嘛，即系我得角色一个嘅啫，我都记得点摆啦，咁样嘛，硬啊，唔使睇啊，搞掂。好嚟啦，噔噔噔噔噔。嗯？呢张系白子楼503号房。まずは百四郎を探すか。我先睇下白子楼先啦。好，关，好，即刻 save 先。白呢啲咩楼就可以去咩？又系咩？去其他位摆埋位先，可以啊。又系咩武技可？你又话喺你好饭店呢、這个咪就系你好饭店咩啊？呢度啊嘛，你又叫我去呢度嘅，而家再去其他地方摆位啊？啊？定点？呢度再摆咯，冇得摆咧。又咩 fit 到臭晒啊？系嘛，即系摆完一次就冇噶啦，咁点啊？系咪摆咗其他先啊？吓、啊？又咩有？冇技学，即系点？使唔使捞翻？啊？又 fit， 即系冇其他学其他地方系冇用嘅。吓、啊，系咪有咩意思？去咗白子楼先呀，系嘛？去咗白子楼睇咗先，一定有招哦！而家
阿子楼喺边个方向？我一鬼记得咩？你好似出面啲系嘛？万来酒家。可唔可以打啲擂台升到啲头技一爆晒棚嗰啲咁样啊？百千街系咪就有百子楼啊？即系大家都系有个百字，不忧楼。呢边咧？呢度唔系，睇个样就知道唔系似啊。好。啱啱咪不忧楼不举楼，喂呢啲嗌呢啲赌仔冇用啊！喂靓女，知唔知边度啊？百子楼啊，百子楼啊，顺路啊，要唔一齐去好啊？好啊，求之不得 ，please 行啦，我阻住到你咩？啊，我喐唔到喎，我惊一取消。你可以信我指嘅路啊！好啊，行啊！你行紧过去系嘛？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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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屋台街呢度系黄天楼，哎，我自己估到啦呢头，哇！我呢度冇买地图咩？原来有冇买啊？呢个地图？静か静か屋台街の地図か屋台街役に立ちそうだどん跟住白子樓星建台小咩庭園喂邊度啊是但問咗阿姐啊知唔知边度白子楼啊？白子楼，我顺路啊，跟我去啊！好啊，跟啦、啊。小龙庭院呢度系黄，喂呢度就系白子楼咯，傻。503无失。百子楼。白子楼。503无。好。搭 lift 先，六楼有冇呢啲诶停单层？好，叮，高高高高，五楼，嚟啦。白子楼503号501 502 呢个508 503即刻 say 个符先啦吃屎咯唔知会有啲咩招学啊？咔咔 ，bang bang， 好，哇，好污糟邋遢喎！系啦，你哟，入嚟啦，应该有个阿伯嚟。如果你而家惊嘅话，就趁而家翻转头啦。啊！我哋阿华社我宁，可唔可以请你同我比试下？暗闇咧？啊，而家好黑喎。闇ならばこそ漆黑嘅环境，阿妈冇可以俾我睇下你嘅身手。吓、啊，
好，参るぞ。我来了。伏身脚铲落去，刺马噶，又系又为呢条啊不死人。喂，点解佢 lock 咗呢边？佢好似傻咗。佢喂，巴月亮，你个脑系咪装屎啊？喺啊呢边啊，傻猪，佢好似 lock 唔到嗰条人。哎，打中佢一下，起码人哋挡下都好啊。伏身脚。哇！光光死仔包！哇！打我！白痴啊！呢条友咁鬼，而且我打方啊，好似巴月亮，好似真系盲咗咁嘅样，感觉系咔就哇佢。死仔包，可恶啊！哇，即刻俾人清起嗰条嘢。你哋好怒的话呢？冇用睇嘅，心乱れれば太过浮躁，令你失去咗耐性。武徳を知らぬか？你冇领略到五武德嘅咩？胆胆。冇错，黑暗中冇靠视觉，你个冇胆，摒除杂念，用你嘅心眼睇下啦。我嘅心眼，好眯埋眼。全身集中喺双拳度。哇死仔哇咁样都打唔中。呱我见你不如。呱刺马近一涉前就要打。低能。呱刺。我知道跟我下。哇死仔哇佢要自己另埋方向。呱另好啲啊。光光心の目で見よ光的刺馬跟這樣打下去都喂喂死仔包神経を研ぎ澄我已經摒除了雜念了喂死仔光喂，黐孖筋好似鬼影咁样，棍啊抵啦，一锤执咗落去，听劲。嗯，你好有天分，唔使睇嘅就会感受到对手。呢招叫听劲，听劲，特殊技，听劲。好，开翻灯，点样出听劲？你就拉二胡嗰位盲伯，佢又扮盲，原来你睇到嘢噶，傻仔啊！我呃你啊！你就阿岩个仔系嘛？你识我老豆啊？我谂大概二十年前，你老豆咧造访过呢度嘅。我老豆，岩对中国武术有着极为强烈嘅兴趣。我哋成为好朋友，经常针对招式交换意见。阿岩而家几好嘛？佢被蚩尤门嘅男帝杀咗啦。杀咗！兰铁尼被男帝，点会咁样噶？岩居然俾佢杀咗，
哇呢间屋几靓喎，虽然佢几穷但系几靓喎，几有主晒。悲鸟回鸣。长空云集，诗人世事，黯然泪下。系咪有啲咩我会帮你老豆可以做到啊？你知唔知道朱元达系边个？佢同你老豆嘅死有咩关系啊？系，我听讲朱元达而家俾人运咗喺黄天楼。嗰个系黄天会嘅大本营嚟嘅噃。有冇办法入到去啊？哦，有个办法嘅。哦，呢个咩嚟啊？呢个系边个？佢系黄天会嘅武坛 scout， 佢梗系留揾啲有才能嘅格斗家将呢啲人送去蚩尤门。如果拣中你，你就有机会入去黄天楼。咁佢点做啊？如果你喺街头街斗入边一路赢，就有机会赢，俾佢睇中。Street Fighter。而家又做街霸 Street Fighter， 其实讲真的，我要去打街头霸王，我不如直接杀上去。讲真的，咪一样系打，直接冲过去叫人，佢咪有啲咩酷二 set， 咪成扎嗰啲烂摊嗰啲坏人一齐啊 call 入去杀入去救咗朱元达，即系走啦啊！有咩仲以为原来巴月亮仲记得自己老豆死咗，仲以为佢挂住沟女，根本唔记得咗。都唔系嘅，去到嚟到呢度都俾人打咗几镬噶啦，都唔系净系挂住沟女啊！全 game 最遗憾嘅一件事，冇打到哭二射一身啊！而家要去边度？啊！街头擂台系咪就喺街边嗰啲？就系街头擂台。阿姐，知唔知边度有一只抽啊？咩事啊？边度可以加入 Street Fighter？ 哎呀，屋台街有四个咁啊，其中一个格斗场喺元天楼。元天楼东。格斗台喺星建台。哇，佢噏晒啊！喂，一次过。元天楼。得两个，即系佢又噏咗两个，一个喺星建台、元天楼同星建台。又系咩啊？首先往朱雀楼地下四楼挑战，需要俾500蚊。等我问多啲人先，我抄多啲笔记啊，因为。喂，阿伯，知唔知边度有得只抽啊？啊，呢、這个其中一个格斗场喺青龙庭院 Cereal Tien 啊，仲有冇其他知唔知啊？すいません。哦。小龙庭院啊，左边嗰度。哇，周围都有喎、啊。打边个先啊？系咪一定要朱雀楼先？如果次序唔啱，又冇所谓吓。啊次序唔啱又冇所谓，啊？冇我就是但入去咩？射鸟射鸟庭院啊，系啊，青龙庭院啊，冇所谓好啊，咁入去咯，直抽啦。喂，停下嚟！喂，唔好走啊！その先に行くんじゃない。咩事啊？我要入嚟直抽唔得。你又冇呢啲人嘅容身之处，佢受伤之前回家，喂又话有啊？小龙庭院，手嗲冇同我讲嘢，黐线，佢唔俾我入去打喎，跟住佢话仲有呢个咩小龙庭院，师傅先，佢唔俾我入去打先，点解啊？
入去睇下呢个得唔得咯？唔通真系要顺次序？啊！李小龙庭院系咪有小李小龙？嗯？哇！呢度就似格斗场啦！就是用甄子丹连手炮打落你边猪头。喂，靓仔，烂出去咩？烂出去，低能，都几冇礼貌。我咪即刻上去同佢打。就是佢啊！好，好。呢位马文元系最强武术家之一嚟噶。佢用嘅中国武术技巧为化劲，佢会巧妙避开啊对手嘅攻击，只要打中佢一次就算赢噶啦。时间30秒，一铺10万。有冇人够胆挑战佢啊？梗系够胆啦！我参加。哟呼！30秒内嚼佢啊！佢眼中充满咗力量啊！好 ，Lady Go， 滚啊！达有冇呢啲友仔永远系咪达佢唔到？小意思，冲锤硬哇！刺马嘅二连击都隔臭到。哇！死仔包。悬空脚底啊！哎呀，叻仔叻仔，呢个俾你啦。好。佢话我输咗啦，你功夫好好。俾佢记住咗我几劲。当化劲大师。咁啊，咁点啊？跟住就去下一个打系嘛 ？keep 住赢。因为佢都走咗，你喺呢度打都冇着数噶啦，佢都唔会睇。你系为咗打俾嗰条友睇嘅啫嘛，系嘛？又系呢条友好似加手指，系啊？你仲记得边个叫加手指啊？人中唔知喺个停车场，仲喺度咩叫你练功咩避斋避嗰条友咪加手指啊？又系咩做打人嗰个过瘾好多？一时时啦，你避都有避嘅乐趣嘅。好，喂，小龙，蛇鸟，喂，我而家可唔可以入蛇鸟庭院啊？好，直接冲入去，又俾人截停，正木嘴，收爹啊你！又话出甄子丹连环拳，嗰条友出唔到嘅，佢嗰个无敌嗰条友系咁出嗰啲咩化劲。咩袁天楼呢度有冇袁天楼啊？系、哎、袁天楼，袁天楼几楼我唔鬼记得，星剑台都有啊嘛，入埋去打咯。喂，有冇人问啊？呢度，诶、哎，听到啲打人声，听唔听到啊？边度啊？系咪呢头啊？咩叫我？有冇人问啊？喂？大黑楼，就系听到啲声喺度 bang bang bang。呢度啊，云天楼，有人讲粗口咩 damn， 我听到咩 d， 好，啊，仲有声喎，好似啲声大咗啊！是不是要再上啊？呀咩啊？到城中各个比武士，每个对手有不同对法嘅，好似系啲铁丝网嗰度咯，我 feel 到系。我哋上多层，有冇人知系咪呢度？而家入有咩味道啊？打卒百千街啊，话叫我去。即系呢啲系高级嘅，未打得住，人哋唔受你玩，咁鬼烦，你理得我
我盲拳打死老师傅。My dear， 好，哦咩百千街，清建台都有一个啊嘛，啱啱啲人话，唉。呢、這个系咪八千街？呢、這个九龙城寨咁多斗技场，阿 Joy 喎，见到阿电单车，问下佢先。靓女 J， 咩事啊？呢个附近有冇 Street Fight 啊？你咪真系参加啊？你黐线噶！唯一入去黄天牛仔街头格斗到赢嘅，冇时间啦！你真系鲁莽啊！百千街，再过去嗰度有一间，仲有冇鼻啦？另一间喺啊，出广场，然后右转，穿过百千楼同北幽楼中间嘅通道。好，百千楼同呢啲有啊？呢啲使唔使打？呢啲系 cheap 嘢嚟啊？啊，定系啱啊？呢啲使唔使打？木耳石，喂，木嘴。喂，你唔使睇住我唐僧点啊，你射我啊，收队啦你，我休息。哇，呢条友唔得，佢真系唔得。去啦，你会唔会听啲好消息噶？咩事啊？嗰个手长嘅家伙速度好快，系咪？当佢跳起嚟嘅时候咧，捉唔到佢嘅。系啊，咁你觉得点啊？我睇嘅时候咧，发现佢落地嘅时候毫无防备啊！嗰个就系你攻击机会。佢落地嘅时候落手，好多谢。呢个要唔要打啊？孙悟空照打咯，揼埋佢赢晒所有。好，啊喺度啊，矮子的，好，好。咩周恩像啊？喺杂技武术最强嘅大师疾如飞燕啊，若高如猴噶，好捉住佢就可以赢噶啦！一换十蚊，好得啦。OK， 有冇人想试啊？好，好，好，嚟啦！我咪捉到我出路啊！好嚟啊！跳啊跳啊跳！捉到你啦，废柴！哎呀，有仙人指路，我俾你睇穿咗我行动啊！犀利哇，俾你啦！好，秒杀你系嘛？点睇？又威咗俾啲阿叔睇，当好第一级，如果玩到第十级系点啊？嗰条友会跳到快到摩打咁样定系点啊？朱雀楼、青龙庭院同元天楼都要打完四场，发生完 event 再去问二胡老板。咁我哋继续咯，即系继续喺啲街，即系搵呢啲街头嗰啲靓 can 打住先。呢度仲有冇啊？仲有冇知边度有得只抽啊？啊？附近有冇个？哦，佢哋喺个空地咩？个嗰个空地，即是哪个啊？呢度啊？啊？原军人宿舍啊？仔讲啊，都即刻入去打，哼啊！就系呢个人啊！好样衰呢、這个呢、這个球探、星探、格斗家探，哎呀呢、這个啦，兼蒙古率各界最强嘅战士们，纳达姆、阿光、同埋乌尊，系就好简单，一直避开佢哋，直到时间结束为止。如果被捉到就算输啊！就系纳达姆，一半啊十蚊，时间系三十秒。
我咪想试啊，我咪揼佢先，我打到佢起唔到身，咁咪叫捉唔到。我嚟参加，好。佢有两把叉子，好嚟啊！哇死仔，哇抵啦，唔计数嘅，哇哇想捉我，哇死仔，过嚟啊！哇死仔吧，喂低能仔，反唔到佢弹，低 B。我啱啱仲想收辱佢，争少少啊呢只。即屎啊你！捉到咁慢，冇啊喺我手入边逃走，你个肥猪居然话我慢？哇！黐孖筋扣嗰个钱起又似嘅，即刻复桌啦契弟！我啱啱仲想出燕船摆楼打佢，讲真。好，我想出外门整，我出外门顶争顶落去一阵。佢一出拳嘅时候，后正方 X 即系外门顶针顶死呢个木嘴，好，系啊。发咩人中之龙有一次古木练功都系咁样，我逼到佢打，哇死仔，第一，好，棍啊傻仔，外门的喂。哇！我唔系避咗咩？啱啱你点样挫嗰一挫低能？白痴！我决定狂借佢讲真，低能，我去打两遍猪头。你系咩专心避就得嘅？我想打佢啊！可以啊，专心避啊！食屎啊！咁多爹，你真系同我抽，你死咗十世啊！又系咩？按三角闪避。梁被敌人找到就会，如果梁太近，敌人会出蒙古招式，佢俾个贴士我。shut up 啦，废柴！蒙古第一匹夫。好。我是在附近哦。それじゃ、構えて。好，来啊！连手爆！哇！哇死仔！连手爆！哇佢捉我又咁易？连手爆！抵啊！打落个黐孖筋！哇低能啊！快到抽筋！斋鼻啊！唔好再同佢玩。因为呢条友你都系搭佢唔到，你好难喺度试招。有咩冇红二姐帮手积树？我斋避佢死硬啦。红二姐喺咪隔篱啊？睇下咯，有冇教路啊？喂，呢、這个大肥佬同红二姐差唔多。喂，肥猪，我冇时间啊。佢成个头都俾人搲到损晒，知佢废啊！咁多疤痕，好，好，有咩避你啊避？有时揼佢你都可以，佢如果硬直你都可以拖时间，不过你个人又会埋咗身嘅，系嘅。好，走啊！哟呵！啦啦哇哇死仔包哇啦啦啦轻功水上漂捉我笨你捉我唔到啊喺边啊哇我花月亮会莫气佢冇晒气好喺边啊你哇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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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咪打你咯。抵啦，傻仔！我一早玩啲招，你死咗十世啦！精彩啊，呢张俾你啦！好，呢张你唔试下呢个木嘴，赌住廿元点啊？好啊，佢捉，yes，
啊，你话咩好精彩，梗系啦。好嚟啊！哇死仔巴，喂，走啊！哟呼，哟呼，哟呼，打边啊？嗯嗯。哇死仔包，你屎忽啦，呀呼，喺边啊 ？L， 你捉不到我吧？就有几秒钟，兜你咪兜你啦。好，我未认为佢走甩啦，我但低估佢啦。好。すげえな兄ちゃん。これだよ。啊死胡须了，全部都废柴，要捉我又跑，我走足成程，佢根本捉我唔到，结果早就见到，系啊，你输硬。好，嚟啊！呀呼呀呼！哇！喺边啊？哇死仔！哇，硬啊打你咪打你啦，走啦！呀呼！呢度啊，追过嚟又避了。呀呼呀呼，硬硬个底啊，棍哥照嚼你咪硬硬硬底啦！打到佢冇血系咪？我打死佢。佢击败咗我，我输咗啊！好嚟啦，嚟啊！好成功，跟住点啊？下一个又要揾下一个木嘴，而家打三个斗技场。又系咩？原来玩紧何济公，唔系打紧擂台，又仲以为打紧擂台，原来玩紧何济公。好，咩事啊？日が落ちてから日落嘅时候，龙影街见啦。流影街，龙影街，行ってみるか。咩？龙影街咯，即刻。而家我喺呢度等，等待。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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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牛豆发足咗四个钟。啊！好啊。喂，点解个星探咁都睇中你？话知道我新发好啦。啊！今晚在龙影街碰面，我而家咪喺龙影街。好，龙影街咁大，边度啊？好，喂，喂，二撇鸡好咸湿呢个人嘅样。ここじゃ人目につく。人来都唔好讲嘢嘅，行呢边啦。啊！咩嚟啊？これは。佢哋系边个啊？そいつらを打败佢哋。吓？話は赢咗再讲啦。痴线，白痴，低能，打女人啊！叫我猫啊，硬割碎格，罗德，硬春燕啊！取得三张，冇探找上我了。今晚取得三张照片，得打到这些街头格斗家。喂，啲靓仔啊 ！Yeah， 系。ちょっと你知唔知咩叫罗德啊？この人を知らない。你识唔识呢条友啊？
唔知啊，你应该问药店嘅老人家。好啊，问埋差唔多完咯。边个系药店啊？呢家系药店啊？啊？你是香港仔拉下二胡那条友，我好高兴见到你，睇嚟你唔错。呢度有铺头，唉，我喺湾仔入货嘅时候会拉下二胡，黐线。低 B 七，你入货入几耐啊，大佬吓？低能噶吓。喂，我问你嘢，唔系喺度同你叙旧啊，契弟。阿婆你知唔知啊？すいませ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知唔知边个春燕啊？この女性を知りませんか？そう。啊，咩水啊？鬼妹仔又唔识喎。格闘家らしいんです。好似格斗家咁嘅话，你要唔去格斗嗰啲地方问下？好，在街头咪问呢个咯，盲佬，假盲佬。私に。系咪要我帮手啊？有冇听过边个春燕？この女性を知りませんか？確か原天狼で。我记得佢系喺元天楼格斗嘅。原天狼。元天楼。屋台街の近く。屋台街上。わかりました。得，即刻杀完呢个，我哋收工。屋台街元天楼啊！喂，边个唔使行啊？呢啲使唔使行上楼啊？边个最容易一入去即刻打到？save个符先，啊，先到朱雀楼地下四楼，冇咩所谓啊，边个边度先见到边间楼咪揼边个咯，冇所谓。咩屋台街鬼？啊！元天楼最方便啊！好啊，你好饭店点心楼边度系元天楼啊？问下啲畜生，问下啲坏人。喂，知唔知元天楼喺边啊？冇得问啊！耶！咩屋台街系嘛？而家要去，系呢度啱啊！元天楼，元天楼几楼啊？白子楼，诶，元天楼。すいません。喂，啱啱系问咩啊？罗德定春燕啊？唔鬼记得，啊唔记得咩？そうですか。佢话问啲傻仔会知，喂问埋呢个咩罗德？すいません。唔系春燕。原点あそこです。嗰个几楼先得噶？元天楼，元天楼上十二楼，青龙最方便。青龙啊，上十青龙定点？唉，是但啦，搭 lift 啦，一步一步去。最黐线系元天楼，想揾人问都冇人问。好，我系如果佢喺十二楼，我喺呢度都听到嘅，打得真系激烈咯，黐孖筋。但系呢度啲隔音有问题，啊，梗系行十三楼之后落一层楼梯啊。有咩次次都问佢都冇讲几多楼，大佬。有咩我冇记忆。好难记啊！呢条呢个路比较复杂啲，唔系咁易记。又讲粗口咩 ？damn！ 好，呢度系十二楼，呢度系嘛？喺呢度啊！你逐层逐层揾，揾到你死，讲真。废柴，喂，停咧！喂，顶啊！你唔好过去，点解啊？
哇，我嚟只抽喎，咩料啊？聞きたいこと。唔好意思啊。Hello。我嚟打春燕。この女性を知らないか。你识唔识呢个八婆？哦，我喺呢度建筑物度。本当か？真系。系啊，佢未输过。Hello。你要付2000元先至入去好啊。啊。啊，我俾啊。我俾自己打死啊！食屎悭啲啦你。好，一定打，我要用甄子丹招必杀技。唉，点解咁？好，我出连手炮，确认一次超必点出先，打之前做足准备，好嘛？圈花上勾拳后后正方得嘅，我会出嘅，双人都可以出下前后。小琴打识啦，外门顶真系后正方 X，OK 啦。连环劈后后正方 X， 前正方三角呢招咁样揼落去，后正方三角阉人。最紧要系连手炮，连手炮前前圆圈 ，OK。点样行落去啊？咁鬼复杂条路，搵鬼睇咩？咁鬼入，大佬。佢起个楼，佢又识起楼梯，但系起到咁样甩甩卡卡，点样入去打？系咪直接冲入去？好，春燕。我用连甄子丹手打落你边猪头，着呢啲衫嚟打交就注定你输啊，露晒胸。好，啊扮牛仔话倒挂金钩，好。あれは。嗰个系截拳道，佢居然点会佢睇落去都唔似李小龙加西嘅，佢系扮李小龙，我最憎人扮李小龙，你死硬！哇，佢想掟人落街啊！哇，人哋已经喺崖边仲咁样，哇咁衰，哇，即系咁样即系咩？叫佢杀咗佢系嘛？哇，好残忍啊！冇啊，哇，黐孖筋，哇，低能，11楼掟人落去，哇，劲贱格，黐线，搞出人命，呢个真系张耀扬，最尊严，咩物体喺高空飘落嚟嘅感觉真系好正。佢真系张，佢当自己张耀扬，我唔教训佢唔得啦！呢啲咁嘅贱人，啊！你真系好残忍啊！あんた次どうだよ？你要唔要试下？诶？ガチャ大金。如果你赢咗，就可以得到好多钱。好啊，我搭埋佢落街添啊！但系你输咗嘅话，下场就如你所见。咁点解唔系我赢咗佢，你又会死啊？净系赢钱啊！我已经火，小心啲啦！我而家都好火啊！接下嚟下一个牺牲者，哇！大吉利是啊，你啊牺牲啊，臭婆娘，喺个假冒截拳道啊！李小龙会做呢啲嘢，掟人落街，收爹啊你！好，喂啊契弟，佢一定抢攻呢条友。好 ，Ready Go！ 哇死仔巴抵啦，练手法死仔，都系捉佢唔到。哇系咁喺度咩 high 啊，打一打下你先。哇死仔！呱呱个降龙脚，呱个哇死仔，哇死仔包，以为自鸣得意，呱黐佢又达到我，低能，
光啊，一嘢升你上天啦、啊，好白痴，光，光，鼻啊，新招踢落去，顶，好，呢招叫咗斜护锤外门顶侧，骑马筋。永远都达你唔到啊！唔使玩啦、啊，劈第一小琴打，第一劈落去，过嚟啊！好靓嗰啲啊！呢啲又点啊？兜落呢啲先系截拳道，达啦系时候过嚟啊！哇！低能系佢黐孖筋，佢出错招，失晒位都可以达唔到，系咪咁低能啊？外门顶扎，哇！死仔，我为咗出招嘥咗劲多血，光个黐孖筋低 B， 咩事啊？想踢我落去，搞断你就搭落去啦！废物，垃圾，你睇下我个样几不屑，我先系李小龙，我啱啱个表情就一模一样。踩落去，一嘢踩断佢只手，仲计啦契弟。出意踩落去，踩怼死佢。怼死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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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月亮，你唔系救佢啊嘛？佢系杀人凶手，你救佢就系你都系支持呢个行为。怼怼冧佢！怼冧佢！怼冧佢！真系白痴仔。低啦，哇！戴月亮咁样一只手撑佢都几大力喎，即刻顶落去啦！啱啱佢咁样攞膝头顶人，春热个戴月亮系阉人冇胆匪女，哇！助长坏人，点解啊？系啊，啱啱啲你哋仲话咩？我输啊！我一踢打死佢啦！讲真，如果我唔系要出连手炮，佢死得仲快。我啱啱有啲人一出完一拳，即刻见到佢踎低，我即刻铲落去，用新招咩伏身脚怼落去，哇赢钱！哇喂，我佢系俾我怼2000蚊落去，佢赢嗰先至赢1000蚊，系咪低能啊？弱智啊！吓咁啊，今日差唔多呀，咩可唔可以 save 下一个 slot？ 听日想知道跌落街会点？好啊，可以。啱啱啊 ，save 系23:53咁，即系呢度啦。好啦，咁啊 ，save 喺第二卡。咁今日都差唔多啦，明天见，系咁先啦，完。